看多好呢。嗯。怎么搁盘子罩上了呢？好吃的。就拌那个嘛，蘸点菜香浓吃。咱们这条下午给我留。吃完把奶粉喝了啊。啊。我爸给送菜来了，昨天。嗯。蒸好的茄子，小的拿那么多。现在这个酱牛肉能不能放出不知道啊。小辣椒也拿那么多。那就得放冰箱里了呗。放冰箱里时间长了也不好，要不酱牛肉放起来吃够了。快点，咱俩得走着去，你快点抓紧时间呢。走啊！今天能不能迟到就取决你走路的速度。冷不冷？还行，是不是有点冷？让穿线裤不穿，让穿外套也不穿，这强拉着硬拽着把外套给套上。来，你说吧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萌萌上学，我们俩改步行了，走路去，所以今天早上出门出的也比较早，7点就出来了。正常每天都是我李哥送我俩嘛，但是现在他们那个单位因为限电的原因，所以晚上要上个大夜班，正好赶上他值班，这一宿没回来。我俩这7点出的门，然后走路程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。这一大早起来走走路挺好的，是不是姑娘？看这空气多清新。拜拜，哎，谢谢。走在半路搭了个顺风车，萌萌的同学家长正好送孩子，碰见我俩了，把萌萌拉走了。本来今天早上说好了的，送萌萌的时候在那个早市给我姐打包油条和豆腐脑，结果这不没送成吗？然后在路上买了点豆浆和油条，没买到豆腐脑。哎呀，买了，还抢是吧？买了，我没买着豆腐脑，我姐愿意喝豆腐脑。买了三个豆腐脑，嗯，两个盒子，两个土豆饼，三个彩蛋。你早上吃饭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也刚吃。那行，那就正常在这吃。我姐呢？你还不早呢，你姐没来呢。嗯。爸，我买了那个豆浆油条，你吃点吧。我不吃了。吃吧，我给你俩买的。哈喽。哎，你的饭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嗯。俺俩都吃完了。你俩来太晚了。怎么抱着孩子呢？你二姑娘吃的。我掰的。你咋为啥不吃黄啊？那还有青儿呢，营养太丰盛了吧，那就不忍心吃留给你了。我买的油条为啥没有人吃？因为我太喜欢吃了。你呢？我不想吃的，没胃口。啊，咱俩不能这么说以后都不买了。咱有吃的了啊。留吧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中午给他吃。给你留了。啊。